Chinese, Tibetan, Sanskrit, English. Buddhist Dharma Terminology. 财团法人内观教育机会。2008新版自序。西元1991，有感于国内外的佛学研究日蓬勃，在学术交上，佛学术语的对译有其需要，因而在王厚华同学的协助整下，编辑常用的佛学术语，由汇聚出版社出版。基本汉藏梵音佛学术语一书，当受限于电脑软体的族，书中的藏文是以马对音出，未尽享，现在因缘有据，由厚华协助处电脑文字编出含有藏文的新版，常用汉藏梵音佛学术语和佛学法汉藏梵音术语二书，并改正书中的一些错字。本书佛学法汉藏梵音术语是万法的别，内涵著名的五种资一俱舍的75法，二大乘五蕴的92法，三大乘百法名门的百法，四大乘阿毗达摩集的109法，五般经的18法，细分为209法。为使佛法有缘的大众，今将佛学法汉藏梵音术语置于网站，供大众分享。愿正法久住，崇安。续于内观教育机会。20082月20日。内观教育基金会 http://www.insights.org.tw 75法俱舍论 Chinese Tibetan Sanskrit English 75法俱舍论 Pongpa Subtitai Dharma KOA 75 Phenomena A 一色法 R Paul Form A 二心王 Satan MindA 三星所有法 K to seek Dharma mental factor A 四星不相应行法 City for practice SKRA Dharma Non-associated Compositional factor A 五无畏法 ASASK type Dharma Uncompounded分二则法等觉知 Dharma Vipaka S.A. Bodhaya G.A. Wisdom 三精进等觉知 Virya S.A. Bodhaya G.A. Effort 四喜等觉知 P.R. Titanium S.A. Bodhaya G.A. Joy 五清安等觉知 P.R. A. RavdiSA Bodhaya GA Suppleness 六定等觉知 Sandai SA Bodhaya GA Concentration 七舍等觉知 OPEC SA Bodhaya GA Equanimity C 七八圣道之八 AGA MRGA MMM 汉藏梵音术语俱舍五蕴百法及班经崇安编辑桃园县中立市内观教育机会明97面 29x21 公分汉藏佛法系一佛学词典佛学法汉藏梵音术语俱舍五蕴
百法及颁经，编辑崇安教授，出版桃园县中立市内观教育基会，注印邮拨19155446财团法人内观教育基会，通讯320中立邮政9110信箱，或桃园县大溪镇头安石林12-3大溪内观教育禅，电话与手机03-485-29620937-126-660，传真03-425-8073，网址 http://www.insights.org.tw/email/insights.tw@gmail.com， 版次内观教育版2008，出版日期20082月，有版权有意印赠通者请先知会。内观教育机会 ，email insights.tw@gmail.com。